刘海威同内地流量女星杨幂2018年离婚之后，女女小糯米就交俾香港嘅爷爷嫲嫲照顾。日前有读者直击刘海威接小糯米放学，当日小糯米就身穿白色运动衫裤，外披灰色外套，由工人姐姐陪伴喺校园门外行嚟行去，正等紧爸爸。冇几耐就见到戴住口罩嘅刘海威喺校园入面行出嚟，将一包纸包饮品交咗俾个女，佢即刻咪咪嘴笑。之后尾随住爸爸身后行，睇佢不时加几下跳步，加快速度追贴爸爸，既活泼又乖巧。小糯米皮肤白白净净，扎咗个小发髻，五官轮廓劲深，颜值劲高啊！直头系倒模小杨幂，而且手长脚长，跟同龄嘅细路比较，明显高人一等。当日佢放学之后就即刻换咗拖鞋，增加咗少女味。刘海威之前提过个女劲痴人，喺呢条片入面可以话系表露无遗啊！劲锡小糯米嘅爷爷刘丹就话：孙女开始对衣着有要求，日日朝头早翻学啊，佢都拣衫噶，系啊，又话拣鞋啊，拣咩？佢后屘话佢听，你翻学嗰啲校服嚟噶嘛，拣咩啫？咁佢先至好好咩啫？一有咩事去街咧就。有排搞啦。另外，刘丹就爆刘海威会带孙女喺新年期间同朋友去旅行，睇嚟刘海威真系锡女锡到窿啊！